当你看到日落，不要因为黑暗而难过，因为在另一端是日出时的美好风波。傍晚坠落，黑暗因光明被海面分割，希望的定义是对痛苦的摆脱。当你看到日落，不要因为黑暗而难过，因为在里你看到日落，不要因为黑暗而难过，因为在另一端是日出时的美好蓬勃。当你看到，当你看到。当你看到，当你看到。